结束4天3夜访台行程，威尔史密斯父子在今天晚间搭机离台，疯狂的粉丝一路相随。上机前，威尔史密斯还走向粉丝握手签名，现场是一度混乱推挤。不过，把握最后机会拿到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粉丝说很满足。尖叫、推挤，一切都是为了 Will。离上飞机只剩下一点点时间，威尔史密斯还是满足台湾粉丝的心愿，一握手签名，亲切满分。粉丝冲破封锁线，差点让保全 hold 不住。他刚刚在混乱之中，他以为我要签名，所以他没有签。然后后来我跟他讲说 I wrote you a card， 所以他把它放在他肚子里面啊。对，所以他有拿到。状况怎么样？很乱，我很怕我的鞋子被踩脏。大是有签到，对，很值得这样。对，我第一天来就有签到了。为偶像亲笔画的插画拿到签名就值得，杯踩烂，饮料瓶压扁，看得出现场粉丝们的热情。临行前，杰登史密斯也拿起手机反拍粉丝，挥手和台湾说拜拜。首次台湾行，人气就直追老爸，也让人印证一句"虎父无犬子"。新唐人亚特电视卢天长、张明竹，台湾台北报道。